嗯，开台，哎，开开开开，哎呦吓我一跳，哎呦，回头，哎，是关的，嗨嗨，大大声呢，嗨嗨，感谢超级留言，安安。哎，我可以头上坐着我自己。感谢凡凡给我们可爱的图，不是我画的啦，这不是，哦是哦，这是，对，这是杰瑞的。我本来是要画的，可是下午在忙。哦，杰瑞会画图，杰瑞会啊，杰瑞会画，他其实会画，你要跟杰瑞道歉，致敬杰瑞提供的。你把砍到这次都没来了，你看。太伤心了。对耶，感谢。爱的，我不是裸奔了，今天没结论哦。嗯，超出了，溢出了。看一下哦，那我们怎么少一个 Simon 来？哈基啊，哈基，很凶哦，他自己。哈哈哈哈哈！等一下，你们说的。一说他就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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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嗯，你卡在哪里？今天有提速，嗯，今天多了提速跟杰克啊，上次没玩，然后找了杰瑞，哎哎，断掉了，哎，都掉了，怎么生气了？不知道为什么他断掉了，小雨都这样啊，他说八点钟还没有死，哦，他突然一次没做是不是？等下这个密码，我一下，我看到一下跳了这个密码。我那么多 Q， 哇塞！不要 Q 啦，小雨，好能 Q 啊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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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 不能找不到，不能找不到，找不到，你是找不到，你是不是真的打错？你是不是多一个 Q 啊？多打 Q 吧，你多打一个 Q 啊？没有 Q 了啦，六个字一样啊？对啊，六码没错，六码找不到哎，真的还是要整个重开游戏啊？啊？没有哎，你重开机看看。我们是右下角是那个嘛，北美嘛，对吧？对对，北美嘛。嗯，没有人连得进去，连不进去。感谢小奈布的超级留言，感谢感谢。这要重开啊？不是你啊，他我重开，哦，你要。我想说，我重开风险很大，可能就要接不到了。不用不用，我重开。我想说，哇塞，这个太符合我心情的密码了。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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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还是有 Q 哎、欸，好好笑啊 ！Q 啊 ，Q Q 到底有多少 Q 啊 ？I Q Q 放我进去了 ，I Q Q 有了，要换颜色，赶快换啊！赶快换哦，赶快换哦！我觉得还是 Rocky 比较好。哈，变态！你们一群变态，我现在可是看到了哟！你为什么要学我？谁啊？要学我？你是青苹果哎，那流行哎，一堆头上长草的啦。长草，那叫细条条，要细条条。你们这头上穿衣服的都是那种邪派。哦，没穿衣服的，等下都会死掉。没穿衣服的人有点多哎。哇，那会死的有点多。穿一下，现在就死光光了。杀手应该都是穿衣服的。哦，穿衣服的可能就是杀手啊？嘿，你有两个杀手穿同样衣服，对不对？小雨、迪叔，对啊，对，这衣服这么少见，小小兵被弄了，衣服这么少见的，穿一穿都一样哦，这下去就不同了。好了，大家都好了啊，好了，好了，我们就先开一局那个讲解局哦，因为大家都辛苦了。我猜你太低了，虚一啦。啊，如果你看到虚，我是冒牌货。对，然后如果你是冒牌货，他这时候就会告诉你。对对。然后呢，像你看左边的时候就是一堆你要完成的任务，嗯、然后你按 tab 或者是按旁边右上角那个地图点开，你就可以看到一个惊叹号，那就是任务点。
是啊、嗯，对。然后呢，一般的玩家的话呢，你就是想办法去完成那些任务，然后投出坏人是谁，就是这样。对, 对，就是一般人就是这样。啊，如果你是坏人的话呢，你右边会有什么杀人啊、破坏跟通报这样。啊，那通报是每个人都有啦，然后就有杀人跟破坏。啊，坏人的话，你点破坏，它一样是打开一张地图，然后地图上就会有不一样的选项让你去破坏。像这张就有什么什么电闸门啊，什么什么之类的。嗯、然后杀人的话，就是你靠近、直接点那个人左键，或者是哎，我好像是。哦，没有，你直接靠近人，然后点那个杀，然后你就把他杀掉了。对，在范围内就可以杀。对，只要够近。然后通报的话呢，通常是你走到你看到尸体的时候，你就可以按通报，或者是有一间房间里面有一个通报按钮，你可以去按那个通报按钮。哦，通报按钮，这里，这个这里，这里，这一个，这里，这里，这里。哦，有监视器耶，好酷啊！有，会有，会有监视器可以看。这个，在哪里啊？要按吗？会议室啊，会议室，在会议室，你可以试按。会议室，我找一下在哪里啊？办公室，你按 tab， 右下角有个使用，按下去。对，有哎，有哎，对，点那个，就点下去。紧急会议，对，哎，紧急会议，会议，它只能一次哦。对，一次，我们是调整一次。对，约死了啊！然后像你约死了的，就是那个杀手很坏，在我们在讨论的时候还把你约杀了，好可怜啊。然后这时候雨月死的时候，他不能开麦克风，对，他不能开麦克风。那就看那个死掉的人要不要一起进下面小房间可以聊，然后之类的。嗯对。然后呢，这阶段就是可以投票投人这样啊。如果不要左下角有一个跳过投票，你就可以按跳过投票，或者是你想投谁，你点他，然后按勾勾就会投在那个人头上这样。没错。对，他可以知道投谁吗？不行，结束的时候，结束的时候会显示出你投的是谁。对对对，對嗯，就你知道。哎、欸，那你不按下去说投我吗？我海苔都还没吃呀、啊。你现在也吃了，慢慢吃了，没有。然后他投票要超过过半才会把那个人投出去，不然就是是不会的哦。然后地板上啊会有一些地洞啊，如果你是坏人的话，你就可以从那个地洞传来传去。只有坏人可以，对，只有坏人可以传啊。坏人要小心，要杀人的话，不要不然按到地洞哦，有那个丧尸粉钻进地洞里面。你要不要杀我看看，让你练习？对，我吗？对啊，我不是啊。哦，你不是啊？好吧。对，然后那个凶手杀人是有 CD 哦，30秒的 CD 这样，杀完都要等一段时间的那个。可以自己调的。对，然后如果好人在就是还没投出所有坏人，可是把所有任务都完成的状况底下的话，也会获胜这样啊。可是你变成鬼的时候，也可以去帮忙接任务。对，大概上面就这样啊。鬼看得到任务点吗？看得到，鬼可以，鬼可以看得到，而且鬼还可以直接穿墙，超爽的。对，啊，可以穿墙啊，可以，但鬼可以直接用飘的穿墙。对，然后上面好像都刚开场待到当到鬼而已，再来都没有了。哇，得意的、哦、你被保护的很好啊！等一下好好你不要跟着我，你不要跟着我。我跟你讲，等一下我死了，肯定是是。我会说，等一下是他没有好好跟我，他怎么死我没有头绪。然后就是我们平常的时候在那边走来走去的时候是不能开通话的，一直到有人按那个拍桌通报铃的时候才可以开始讨论180秒。嗯，看到尸体也要按哦。对啊，也可以，也可以按这样。啊，你如果是凶手的话，你杀死人的话，你也可以直接通报，跟上一届哈基一样，一模一样，高达80%，然后就可以投他了。对，然后我看到一个东西可以使用，哎，右上角，右上角，右上角，在实验室里面。哦，没有，那就是你任务吧？那应该大部分都是任务。然后像现在这个红红的、啊，这个就是那个坏人他在破坏东西之后，然后像他就会告诉你说、哦，我们现在要去完成什么。然后像是这个是有那个限时的，在限时内一定要去完成，不然大家会直接输掉。没错，对，大概上就是这样。嗯 ，OK， 好 ，OK， 那个 OK， 好，哎、okay. 欸，有人死了，很快，很快。是谁？任务全部解完了，投一解完了。好啦，那个来啦，投一投啦，投一投啦。是谁？谁啦？谁啊？谁啦？谁啊？谁啊？哈基哦。谁啊？谁啊？哦，小雨哦。哈基哦。哈基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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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基啦。我就是哈基啦。好啦，投哈基啦，哈基。我觉得应该是酱油哎。酱油，死了，我老了啦。
我是倒了也会被怀疑那种。我发现想杀自己的队友不行哎、欸。但是你刚刚想自己哦，那球后面点了半天不行，可以是不能自刀、哦。但他就是反过来，你杀手两个跟好人两个，你不用怕杀到自己了。快点杀人，两个人快杀了，你快杀了，你快杀了。哦，每一回合结束的时候都会有一个 CD 时间，不管是通报还是那个杀手都一样，所以都一样要等三十秒。好黑哦，你为什么好黑哦？等一下拍灯比较快。小雨，你为什么要开灯？我没有。你为什么关上我的灯？我什么都没按。欸，我想问个问题，哎，嘿，就是他有个任务不是要就是刷卡的吗？对，他那个刷卡我刚才一直刷不过，我现在也一直刷不过，哎，要慢慢刷，不能刷，也不能太慢哦，对，也不能太慢，要一个中等速度，要一个频率过去，他会告诉你快或慢，你就再一次就好了。对，我刚才是左右刷，然后就过了，不知道为什么，你知道？乱刷，我刚才左右刷就过了，报名呢、啊？那连刷卡都要爆刷、啊。哎、欸，我们要投谁才能结束这一局？小雨啊，我啦，小雨啊，我啦，完全没看到，就是我，可以投测试场，测试场。然后我们玩的是被投出去也不会知道他是不是那个，就蛮要到最后才刺激。嗯，好，那就结束之后按那个再玩一场，等一下就对，按再玩一场，然后等一下，你不要按那个离开房间。欸哦、对啊，快多了，跟上次比起来，怎么回事？是有改好、欸。好，那就这样喽。好，预告祝大家准备好了，好了，都准备好了，那我们就要开始了。我们准备开关了。拜拜！我不是狼，我的一票会献给小雨。真的要跟着我？好冷哦。两个人，我刚拍，嗨，对，我刚有看到什么吗？刚地震仪之后解完，然后我就往左边走，然后走到那个那一间叫什么？有那个监视器那边、嗯，就看到巧克力的尸体。我想说应该是巧克力，他刚刚听说有监视器，然后想要去那边看，然后就监视器是哪边呢、啊？是在最左边，在最左边哦。我是一开场的时候，我是跟小雨还有允月，那时候是往右边走、嗯，那时候允月还活着。然后之后我就往下跑，嗯、然后都没看到人。嗯、我这一场是没看到杰克啦。我一个人往左边走，然后刚刚是到什么？那个是发电的还是什么的？发电机那边嘛。然后刚不是说什么发电的坏了，然后就往那边走了。刚刚发电机。刚不是发电机坏掉啊？刚刚不是发电机坏吧？刚是地震。发电机有两个，上面有两个。那个是左边那边吗？反正我人是在左边那边啦。哦，左边上面是不是？对对对。哦。地震。那我是小彩团团呢。嗯。那我跟你讲，那我也是小彩哈基，你继续好好。我的原因是因为我在那边解任务，在大家绕的时候，发现团团没有靠近，然后就是在人群中跑来跑去，跑来跑去。没有解任务、嗯、这是我的想法。嗯，好，那我的想法是为彩哈基，是因为刚刚我看到在地震仪结束之后，哈基从左边走过来这边想要跟我们会合，制造不在场证明。那我刚刚会没有去在哈基来的时候解任务，是因为我那边任务都解完了，所以我在观察那时候看迪苏啊、哈基啊，然后还有小雨那个什么繁星跟酱油这几个，我在看说这里面是不是会有一只狼、然后就没想到尸体是在左侧，所以我会比较彩哈基。
我们刚刚地震一的时候，哈基是第一个到右上的。嗯，对啊，对，所以我是第三个。我看其实你繁星先到，然后你确定尸体会是在地震一的时候，还是之前就有了？哦，对不对？啊，看刚谁老三呢、啊？不知道在哪里。对啊，而且刚刚其实繁星跟酱油一直都有看到我吧？有啊。我看过起码有两三次以上了。我是看到你跟喵哈还有酱油、啊，我刚是没有完全没看到任何、啊。还有我，还有我啊啊！对，还有迪叔嘞。哈记我看到就只是那个地震仪那时候，你们说修的时候嘛，他修的时候我没看到，我只看到他修完之后从上面下来，然后之后呢就是从左偏左侧的地方走过来。哦，对，是这个样子。哦，然后我刚刚在最后的地方是在氧气房啦。嗯。哦，呕吐。氧气是哪里？呕吐好像是左边。这个路边左边左下有个树、哦，要投吗？还是跳？我听不出来。对，这个资讯是比较少一点啦，只是这个人数其实不投有点危险，就是。团团跟哈记有了，就假如两个互踩的话，我跟你讲，我就是投哈记啊，你们要投也没关系，反正就是我跟你们说，如果我最后是我走了，你们就是重点注意哈记，就这样。嗯。嗯，对。那如果是我走了，就重点注意团团、啊。来不及投。可以啊。对。就我们两个都死了，就第一次跟哈基观察一下吧。好、啊，你们可以重点注意我了。好，关麦。啊，酱油嘞，酱油嘞，酱油嘞，都是酱油的尸体，我就拍桌了，不拍桌了，举报。酱油你在哪里？酱油你死在哪里？哦，杰克死。莫西，莫西，莫西，我刚刚。停电的时候，我去修发电机，繁星有看到吗？有。然后修完之后呢，我就往右走，要到那个实验室下方那边，不是有一个杆子，然后是连连看的那个，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那个小游戏。然后呢，我在玩到一半的时候，我看到小雨有在左侧晃了一下，然后到我的视野范围内之后又走了。然后那个时候我在走到那个杆子之前，我是没有看到他有尸体的，但是回来之后我就看到杰克尸体躺在那里。嗯。所以我先交代完这样，那我们先听一下小雨怎么交代吧。我刚从我一看到停电嘛，然后我就从右边、嗯，然后就直接走过去左边。嗯，欸、应该说从右上，那时候我有看到是谁，杰克吧，杰克站在右边那边、嗯，然后我就往上走，然后往左边走。嗯，嗯可是我看到你的，我就没有回过去。没有，我看到你的时候是最后发现尸体之前的几秒钟 哦有啦，我走过去左边，然后后来我又往右边那边走、嗯，我想起来了。嗯，那你往右边走、嗯、是走到什么？我走到房子里面去了。走、就是那個、到房子里面？对啊，对啊，我走到房子里面啊。你说实验室里面吗？实验室里面，我往实验室的最右边走。嗯，灯打开之后，我有看到小雨。嗯，就是看到你之后有看到小雨。嗯，哎、欸、啊，之后那你就走看，嗯哼。我整场是没看到迪叔跟喵哈啦，我跑到右下角那个标本室，在那个接标本的任务。嗯、那迪叔嘞？我在右上角，右上角望远镜。哦，天哪！因为其实刚刚迪叔跟哈基有票团团啦，所以我刚刚说重点观察迪叔、啊。迪叔，对啊，但我找不到他。你们要票我吗？没有，我说重点观察而已哦。会不会是那个、啊、他那边有通风口吗？通风口不知道哎、欸。那杰克在哪被发现的？实验室旁边。杰克是在实验室的那个转角处。实验室是哪一边、啊？右边，对，右上角那一栋。你很可疑哦。假的。你很可疑哦，迪叔。
我听起来好像很可疑，但我真的是太了了。每个大家都觉得很可疑。哇，那酱油嘞？酱油在哪里？我一直都在左下。你在吃？你不要再吃了。因为刚不是停电了吗？对。然后我就看到繁星，然后我就想跟着他，就跟着跟着，然后他就不见了，然后我也不知道我在哪，我就先去右边左边左。对啊，我在吃海苔，我就跑到左下去捡任务。好，投票。好，我们这一轮投，那要几个选？我们三个吗？我跟小雨跟迪叔，还是迪叔跟小雨？我会投团团，因为团团咬我，可是因为我不知道。嗯。好，我投完了。我最后咬迪叔了，啊，真的吗？那我投错了，拍谁？没事，没事，我们再继续看哈。好，好，要他关麦。臭杀手还等多久啊？我刚在算奇怪，我现在到底要不要砍一个人就可以赢了？这算到底是在砍一个就赢了吗？对对对对，因为我刚把迪叔干掉，再快点算，因为这个人数啊，到底要不要再砍一个人？天哪！一轮直接咬错人啊！我的天，我也是咬错了，我看到团团没解，我想到应该怪怪的。我是解完的，在旁边看。你知道小雨多坏吗？那时候我一看到他，想说他应该是好人，然后就被他刀了。重点是他刀完我之后，他就跑出去，然后再跑回来举报。我想说确认一下，这条路应该没人，再回来举报。对，坏透了，我的天，制造时间差。哦，刚最后那个小雨跟迪叔那个选啊，你知道迪叔因为你一句话害我想投你，你知道吗？就迪叔刚刚太抖了，没有，你最后就说，最后就讲到最后就说，哦，那我应该也投那个团团，我就想说，你怎么会因为小雨先讲个风向，你跟着跟。不是因为你第一场我就觉得，你好奇怪哦。不会啊，我心里就会觉得，团，大家也会觉得怪怪。迪叔还在目睹案发现场，还好那时候关灯。我那时候一看，我说完了，迪叔看到了。
我那个从门一走出来看地图的时候，恐怖死，好恐怖哦，超可怕的。我发现人死掉之后，那个小宠物还在那个会议室那边，对吧？就坐在那边，好可爱。有人就把它画成那个动画，超可怜的。好 Q 哦，等小动物等不到爸爸回来。对啊。可以爱惜动物哦。对，大家把你的关键一票送给小雨就对了。我有投投小雨，投他就对了。再来啊，再来吧。好，好。看你妈的！这么快？喂，怎么又是你？来，小雨拍桌，小雨先讲。我走来修店这边，然后我刚刚看到有两个人走出去，好像是哈基还是谁，忘记了。反正有两个人走出去，然后我进来的时候，里面有两具尸体躺在那边，没有人拍，在配电视。配电视吗？有吗？对，打开电灯的吗？对啊，打开电灯。是两具还是一具？好，我看到红色尸体，应该是一具。如果有两具的话，不太可能是一个人做的。对, 对，应该是一句。那我也说一下，我都在那个监视器，而且关灯的时候监视器都还看得很清楚。然后我看到一个位置，好像是你说的那个配电室，因为它我不太清楚它的位置。然后是哈记先进去，接着是酱油，然后最后是迪叔。哎，我要讲哦，我进去的时候尸体已经有了，然后那时候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走出去，因为是黑的嘛。那你为什么不拍桌？不是啊，我那时候在想啊，我在看那里有谁啊。我那时候看那就是我进来我看着尸体，然后我看哈记走出去，然后剩繁星跟我。繁星酱油没有是站在我又多了一个配件，我在配电，我完全不知道有尸体。我的电灯坏掉，然后我去修电灯，然后我看到有人在修，我看到那个酱油跟繁星在那边修，然后我就走出去，我没看到尸体啊。因为我看到有人一直把那个电给跟那个关掉，你知道吗？我很火大。我刚过来的时候，我就是想，就是看到我就愣一下，然后我就看到有一个人先走出去，我不知道是谁，然后再来就是剩下他。酱油反应迪叔，你们有看到团团或云月吗？我跟我可以保迪叔，因为我跟迪叔在右上角一起做任务。对，没有，我看到迪叔走过那里，我没看到。我进去的时候就看到后面的时候，我跟迪叔是在右上角。我只有看到繁星。繁星跟迪叔在里面，然后我看他们两个在一起，我就走出去，没有看到任何尸体。你们尸体是在哪个位置看到？就是配电视的人的脚底下。配电视是哪一个方向啊？在左边、中间、左中。通讯室在我，就是感觉是有人在修电的时候，有人趁他在修电直接把他砍死。他就是在那个修电的时候。杰克在哪里？我在武器库，武器库往通讯室那边。武器库那是哪里？左下角，中间偏下面。我刚刚没有跟你们参与，我刚刚走自己的。然后两具尸体都在电灯那里吗？然后站在里面是，我只确定迪叔是安全。啊，灯是我最后一下把它修起来，然后我就开了。那我觉得，我真的觉得他寄货酱油吧。我是没看到尸体的，你们看到是先进去的。我进来的时候我已经看到尸体了，然后我是看到有一个人先出去，我不知道是谁，然后再来就是哈记出去，然后剩繁星在那边，然后接着小雨进来，然后就拍了。那你为什么不通报？你是不是杀手？不是啊，可是我先去吃海苔了。不是啊，可是我不是要先看有剩谁吗？不然我直接通报，我也不知道谁走出去，还有谁站在那里啊。好，我觉得该投了。我
有怀疑的对象能投就投啊，不然的话太危险。请帮我观察哈基，谢谢，我严重怀疑他，我要吃海苔。我也严重怀疑他。听我解释，我想按破坏。为什么？我要按破坏！我要按破坏！要兔子！我要按破坏的！重点是他不止台子，还一直上上。我想说，等一下，我想说已经五个人看到我了，好了，不演了啦。我还想说，现在杀手是直接都秀出来了，是不是？哎、欸，你们听我说，听我说，我怀疑是底书、欸。你怀疑是？你还要怀疑我？我被杀手怀疑。我要按破坏他。确定刚那边是三分之三，应该是还有一个人吗？哭啊！哎、欸，他破坏也太近了吧！你要那老板，那个酱油其实可以讲一个啊，就是那个什么，他为什么问你说不能马上通报？其实停电的时候不能通报啊！啊，真的吗？我记得不行。我没记错，你要修好电才能通报，你要修好才给通报。所以刚刚繁星才故意在那边玩电灯啊，气死我了！没，我全部弄在修，屁啦！我全部弄好，你给他全部弄暗。不是，你听我讲，我刚刚没有按，有人自己去按到，太夸张了啦！刚刚哈基跟繁星都在弄吧？没有，哈基不在，哈基想杀人，哈基不在啊，只有繁星啊，刚只有繁星而已。对啊，可是刚刚哈基不是也在那边吗？他是后来才过去，他进来晃晃而已啊。对，他直接晃一下而已，看一下、哦。太霸气了，在那边跳跳跳跳跳，不小心的，我要上精华了。哎呦，哦，好了，我很乖，我任务做完了，我要去看大家了。我还缺一点点，所以缺很多哎、欸。所以另一个确定是。哈基啊，我是被他杀的，你是被他杀掉的。嗯、对啊，欸、他这次很乖哎、欸，他杀了你没有直接通报，他很乖哦。他们说：“哎、欸，我看到了，我看到了。”他怎么自己把门关起来？不是，我以为他要冲过去，我要帮他关门，就迪叔先走了。哦，原来你当鬼魂的鬼还是可以用那个？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哦，好酷哦！我以为当鬼魂的鬼就只能看戏。停电可以通报，只是不能拍桌，真的吗？啊、我怎么记得之前停电的时候想按通报通不了啊？对啊，之前前面玩有一场也是想通报按不了啊。对啊，所以真的可以？可以通报？不知道欸、好吧，那就先当有好了。没有啊，因为观众是万能的大神，万能的观众有万能的观众大神啊。这个有没有 TP 啊？直接 TP 到哈基那边，我想看画面。我现在就在跟着他，我现在跟着他走。他站在哪边？你下面，你往上飞了。他在培养那个培养室右下角的通道。他现在要准备上去找那个杰克了。啊！嘿嘿嘿嘿！哦，看到看到。这个如果有人进来，然后看到他在这一间里面，那真的是精彩哦。就完全就是直接被抓死了。可是他现在刚好配合繁星那个修理电灯，所以没有人会来这。哎，好刺激哦！看他一直跟着。哎、欸，所以我现在就可以下来吗？你可以，你就下来跟我们聊天啊。死了就下来啦。哈基，他真是学乖啊！我刚就好像觉得他怪怪的，一直摸过来，一直摸过来。他、啊、怎么没有人要修电灯啊？对啊。哦，还要杀人了！哦，又死了一个，没有，他死了。我帮他关门，我帮他关门，我帮关门。死在哇！我觉得哈基。如果他们再不发现尸体，不赶快再想办法排除的话，我真的觉得这场他会杀全部哦。对，他会杀全部哦。这个应该尸体不都不要在内部吗？对啊，所以就很尴尬啊。不好找。他现在是因为 CD 还没到，不然早就咬巧克力了。嗯，绝对。这是我问一下，任务能不能强制取消啊？
小雨看到了，小雨看到了，哦，有了有了，哦，好了，哇，这一轮这一轮终极大对决，上去听，上去吧。Hello， 看到先看到你先说吧。我最后一次关灯的时候，我看到迪叔从那个修完关灯的走出来，往左边走，然后往右边走，往下想说，嗯，我就应该死一堆人，我去找尸体，然后再往右边走到快到那个是哪里啊？管理室那个旁边看到喵哈的尸体，我一度还没有看到，是因为我看到我的举报键亮了，他一个黑色的大鸡腿在地上，是右下还是右边？右中算中下，武器库跟管理室中间。哦，对外面雪地上巧克力一开始在哪里，我整场都没有看到你。今天尸体是地在哪边发现的？你看 DC 有那个，我好像大概知道，他应该是管理室中间心电图右边在下面吧。对对对，因为这一场我比较着重在于就是看心电图，因为我想说我自己是非常怀疑哈记，所以我想说只要有人死我就去找尸体，然后那时候我有在心电图右边在下面一点看到喵哈，我还想，而且他那边感觉是没有任务，我觉得他只在玩躲猫猫，然后就不理他。然后第一开始第一个电灯我有去开，开完之后才发现跟小雨还有一个人，好像忘了是迪叔，我们三个。哦，我们三个，对，我们三个。第二次的关灯，我是在那个武器库那里，然后我觉得应该会有人去开灯，然后我就去往心电图那边走，然后我有看到哈记，那时候已经开灯了，然后我就继续往想要往右下去走，我想说。因为那时候我看心电图已经死两个，我想去找尸体，然后我想说哈记经过那里应该尸体会在右下，对，可是现在尸体是在上面一点，我又不太确定。我的话 我是任务解完之后，我就在那个像乔丽最后看到我一直在那边嘛，我一直在那边看那个管理室在看地图，然后我是看到有一个人从那个右边绕下去之后，然后经过我这个管理室然后往旁边走，那时候我没有看到是谁。就地理位置跟巧克力刚描述，我觉得可能偏哈记，因为我在更早电坏掉之前，我在左下角看过底数，我们在最左边下面那个氧气室那边。底数呢？我这一场就一直在接左边的任务，然后我那时候好像不会开门，然后遇到哈记，哈记帮我开了很多门。对啊，对，而且我们要回想一下哦，第一天繁星抹黑迪叔嘛，然后第一天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在那个尸体堆那里是酱油跟哈记在啊，因为我们投酱油的原因应该就是因为他发现尸体不通报也很奇怪，但是事实证明酱油是好的，因为繁星就一个杀手出去了，那反过来那时候还在里面就是哈记了。我自己是觉得哈记比较奇怪，从第一天到第二天，迪叔我跟你是一都走在一起的啊，那时候尸体也没有，我没杀人啊。嗯，所以那时候没杀。反正我会投哈记，因为这一轮如果我们不投就更惨。一定要投啊，这轮一定要投啊。我们举报小雨。小雨我觉得不太可能了。迪叔，迪叔你不投，哇，投对了吧？我很害怕，这样就输了迪叔啊。是你输啊，这样我就输了。对啦，你还想赢？不是啊，我每次看到哈记我都赶快跑啊！我吓死了。小乔克力，你刚刚说看到我躲猫猫，我现在也是看到你在跑啊。我再讲一下，一开始配电室那边只有一具尸体，繁星杀的。我杀的尸体是在很上面，偏上面。所以你们说有人配电室看到两具尸体，其实是错的讯息。对啊，所以我是看到一个，我只看到一个啊，红色的。我只知道哈基的时候一直接近我的时候，我在拼命的逃亡。我那时候是左下角跑到右上角，躲在那里，那你感觉没什么任务，想说躲没有，因为我解完啦，我任务解完啦，我不知道干嘛。我是真的看到有尸体，我在看还有谁在那里，然后我就好。看到尸体不通报是一个很令人对，会很困奇，对，而且还在那里，那就觉得很可疑。哈基。嗯，对不起。不是我经过路口想看，哇，现在杀手是直接要引的，是不是？我还数完全不管，没有。哎、欸，我明明离地洞有段距离耶，我按破坏的时候怎么突然收进去？我想啊，完蛋了，直接弹掉，在大家面前钻进去，兔子嘛，被地洞给吸过去了。我不看到有洞想钻啊。
上上下下。而且我在杀喵花的时候，好像迪叔就在旁边。啊，那时候我是刚好关灯。哦，迪叔，相信哦。你是因为有人确实不杀我吗？还是你觉得？冷却啊、没有，我也不想栽赃的啦。好，好了。所以你当时左下角的时候就要砍我了吗？嗯没有，那时候没有，我在找。我那时候整个从左下角逃到右上角，跑超远，跑超远。啊，迪叔，你最后怎么不投票？我一直在觉得，我要相信小雨吗？还是我要相信谁？因为我觉得巧克力很，在我心目中就觉得他是杀手。他是坏人，他只是坏人，他这场不是杀手。我每次都相信着你耶，迪叔。跟你说，我跟你讲，在我心中，巧克力也都是坏人。太坏了吧，哭啦！要出去了，我会记得的。我都是大好人，我换成。哎，对，所以酱油真的是，我真的相信小雨，真的相信过。哎，要上精华了，哎。太调皮了，太调皮了，调皮兔兔。好了，下一场了。嗯，好。迪叔相信我。好。感谢克洛伊的超级留言。又要死。我要死了，我要死了。嗯，很有力气的冲他。人家帮会很忙，我就不跟台啦。好，克洛伊晚安。克洛伊晚安，克洛伊晚安。是杰克死掉了，小死人了，小雨，我看到繁星，小雨，来来来来来，尸体在哪边？可以先说一下。拔电视，拔电视，配电视。好，你们说。配电视在哪里？就是我看到上一集一模一样的开发电的那个地方。对，哦，小雨，你这个套路打得好深啊。没有，我来了，那个繁星的车底下又一句死。来来来来来。来听我说，听我听我娓娓道来。听你说，凡凡，你先说。来灯一关，第一次灯一关的时候，是我第二感到，我全部把灯结完，我就出来了。然后看到你们大家往右边走嘛，然后我跟杰克还有酱油在下面。然后第二次关灯的话，我一样是第一个到。那但是我解到最后一个的时候，有人就把灯给关掉，那就是用洗，就在那边捣乱。啊，当我把那个灯全部配好之后，就看到小雨在我旁边，然后就一个鸡腿躺下来了。然后我想说，我来不及按啊，完蛋了，我要被加火了。小雨，你很棒。没有，同一招对对大家没有用。我也有干过来。嗯。然后那时候看很多人在那边解一解，然后看完解完了，然后我就走了。然后我一直走到最右边。我那时候走到右边哪里啊？管理室那附近吧。然后又灯又暗了，然后我就往回走。然后走进去的时候，就看到繁星脚底下杰克的尸体。嗯。两个人说话有出入、哦，好人相信我。问个问题吗？就表示其中一个一定是喽。废话，在中间啊。都知道两个人必有一。配电视是偏左上。配电视是你刚刚接一个任务往上走就到了。嗯、对。因为刚刚我在解任务的时候，所以繁星跟小雨中途有遇到谁？没有，你打断人家。哦、oh, ，sorry， 我刚刚说啥？这个不错啊。繁星小雨中途有遇到谁过？对啊，这个问题可以啊。我遇到杰克跟酱油啊。他就只是灯一关的时候就赶过去。我第一次灯关的时候，那时候超多人，我不记得有谁了。然后后来我去右边路上，好像没有遇到人。嗯，右边，嗯，我是从右边走下来啊，可是我是往下走。嗯，然后
要开灯之前遇到喵哈，嗯，然后喵哈也没有，因为那时候还是关灯的，嗯，所以他应该是可以砍我，可他没有，所以应该好。那好了，喵哈应该 OK。好了，听我说，我等等，我有个疑问，这个很重要。所以你们刚刚从头到尾讲配电是第二次里面都没有哈基，对不对？那为什么刚刚哈基直接附和繁星说小雨就是你了？我没有附和啊，有，没有，你有附和，哈基有讲话吗？我有听到刚开始的时候有一句小小声的。好，那我讲一下，现在十一个人而已。嗯，那等一下我或小雨其中一个被投出去之后，你们去按铃，把我们其中一个再投出去。其实我刚刚想到这个，就保险起见，我觉得可以，我觉得也可以，也可以。对，我讲要先投哪一个？我讲了这种话的话，我已经很高了吧？先小雨，没关系，下一场带我。十秒，小雨好不好？可以啊，十秒。可以，反正就是繁星小雨，因为我们这两个人，对这两个这样子，我你先下去陪杰克。互换一一是没差。你。等一下就下去陪杰克了，你乖，嗯，好，好可怕的感觉哦。反正杀手不可能杀我啊，杀我的话没人可以投啊，对吧？哎、欸，嗯，哦，没事，嗯、没人杀了、欸，马上对对，没事啊，對對對把繁星都给他弄出去啊。好，我解了三个任务了，可以了。好。嗯有我，你刚刚直接离开，我真的觉得你就人很好，可是还是保险。没关系，没关系、嗯，我陪他们聊天。嗯、我觉得我猜一个是不是？如果要猜的话，嗯，迪叔。为什么是我？他听起来奇怪吗？他在偷窥我哎，第一场。繁星从上一场就一直偷窥迪叔，我怎么看到啊？好了，那趁着最后的时候，我要再讲一下，我刚刚后面第一次讨论的时候听的那个。我回想一下，我真的有听到，所以大家请重点观察哈基。好，我这场就跟着你了。好，哈基跟迪叔，好不好？嗯，这两个重点观察就这样吧。我有一票哎、欸。哇，凡送你的。哎、欸，我们三个又同去了，感谢凡星。所以你是被小雨杀没错吧？我被嘟了，真是不知道怎么讲话、欸。我想说又来同一招没有用吧？我以为要砍到繁星了，就是砍到。可是我觉得刚刚繁星讲话的那个力道会比较，讲话很稳啊，力道比较那个。没办法，是啊，我太心虚了。拉平也好啊。发现剩下的又是繁星的时候，我一瞬间心虚了。都是你，怎么又是繁星？完了，我丢我的伙伴一个人。记得要解任务哦。我照到我的牛，解完再看戏就好，不然会被观众嘴。要解任务啊！哎、欸，其实那个电灯我不会用哎、欸，那个电灯？电灯、就是、哦，你只要按到亮就好，哦、点亮就好，全部开到亮、哦所以它不是就是什么按一个消两个、哦？不是，它就只是要简单嘛，全部弄开就好。上去吧，按、欸啊、你的同队哦，等一下。啊 ，Hello。嗯嗯，迪叔先拍迪叔火锅，我通报了。嗯，我跟你说，酱、油死在那个左上角。左上角、嗯，对，左上角。你是说那个地震那个什么鬼的吗？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欸，就是很像火箭修那个嘛，地震对，要修那个。你不知道那是什么，是不是因为你没办法捡那个任务？不是，他就是长得很奇怪。我说那时候在那地震之前啊，然后。我在那边武器库那边附近解任务，就是武器库的上面。然后我解完下来的时候，有看到酱油走过去，然后又看到迪叔过去，然后我就去武器库解。解完之后就刚好是那个地震，对。然后地震我就看左边先解，我就去右上角，然后看到你们一群人过来，我就往心电图去。可是代表左上角应该就只有迪叔跟酱油吧？啊，左上角有其他人去吗？我跟团团跟哈基三个人在右边。所以我们三个一定是没问题。你们都在右边，所以左上就只有迪叔跟酱油啊。哪有？我就是鱼耶，他是左边。我在左下角，他有一个装水瓶的跟装氧气，我那边装完之后就有人按通报了。
可是我后来就要去右边了啊，然后我就看到那个东西出现，我就去左上角，就看到尸体了。迪叔，你好紧张哦。我没有很紧张，我就这样，我根本没心跳。冷静，冷静，冷静。真的觉得都是迪叔吗？我现在可以确定的是，哈记跟团团是安全的，因为我们刚刚三个完全都走在一起。没有啊，你是后面才跟我们走在一起吧？对啦。但是喵他第一天那个天黑，他没有打我，我觉得他真的蛮好的。我个人是觉得允啊，我个人是觉得允月也是偏好啦，因为第一天天黑的时候，他也只有他在我旁边，他也没倒我。不然我们就把迪叔掉，第一天就有一个肢体啊，就是小雨。对啊，是啊是啊。然后迪叔这个我觉得根本就爆狼了，我觉得跳迪叔。好啦，好，那就左上角就只有你们两个啊，你跟酱油啊，我们就先跳吧。还没结束就我们五个再去就完蛋了，完了，对吗？结束了吧？迪叔结束了吗？结束了吗？看看喽，看看喽啊！看来就你很难过是不是？我都结束了，迪叔比较难。谢谢，我是预言家，谢谢。预言家哎、欸，哇，你踩到我在弄那个不晓得什么东西。地震椅啊，迪叔。哎、欸，可是我怎么感觉我都没有放招，也有地震啊？我小雨帮你的、啊，有小雨帮你按的啦。我变成鬼了。对对对。你还没出招、欸，地震就来了，是不是？等一下，下去等一下，那第一天那个到底那三个小声的男生声音是谁啊？该不是迪叔突然变声，讲到在那边讲吧？我的天！哎、因为你知道不？因为不止我听到，我观众全部都说有听到他自己讲那句话。我说哈，好恐怖，真的好恐怖，你的台词好恐怖哦。对啊，可以回去看一下记录，可怕了，天哪、啊！所以我才疯狂咬哈记，就是因为这样，因为我想说我有听到。哎、欸，可是那句话就把我判定是狼、啊、没有，因为你完全不在那，但是你直接附和繁星的话，你说一个笃定的话吗、嗯？你人不在那，然后因为通常狼会跑狼啦、啊，对啊，而且通常狼会跑狼，所以这个逻辑这样算下来，你一定超狼啊，对吧、啊？嗯，所以那个第一场我才不敢保险，那个帮小雨，因为我怕被当狼。第一场超狼，因为我第一场就是狼。那天一开始就是他那个小雨踩那个繁星的时候，我想说繁星在我这边啊，可是佩剑是在哪呀、啊？我就不敢说话。我不帮我讲话、啊。因为我就在想佩剑是在哪，可是你那时候在我下面啊。好神奇，迪叔，你这个小坏坏，自己暴力，自爆，你为什么要杀我，迪叔？我对你那么好，对迪叔，我就觉得冲一下去吃海苔。他一开始一句话我就觉得超懒，他一开始就说我有按通报哦，通报我按的，我不是懒，好懒哦。通报了，完了完了，笑，哎呀，好了好了，下一场 ，Go， 关个麦，
没讲话、啊，没讲话、啊，每次当插头都很紧张哦。喂，嗨，我听说小雨，你知道你站在酱油的尸体上吗？我知道。什么事？你听我解释，因为我一跳进来，我点了这个，没有，你先听我解释。我居然点了这个任务，这个任务是打陨石，那个一次要打超久的那个，然后我就想说，等我打完，我就要按了，我差两颗，然后巧克力就飞掉，我就想说我完蛋了。我知道打陨石，但是我没有哎、欸，等一下，我其实觉得小雨有可能是真的好、欸，我真的有看到他，对。而且我觉得我还蛮反而蛮怀疑哈记的，为什么、啊？那时候、欸、我们那时候小雨，你还记得我们五个人那时候都聚在一起，包含酱油，然后那时候一个关灯，我就因为我一直都觉得这一场哈记怪怪的，然后关灯的时候我马上就过去开电灯，可是那时候我记得哈记没有来，然后酱油可能不知道开灯在哪，所以他就往下走，所以他就是被哈记跟踪，然后死在下面。我那时候是看心电图的时候，只有酱油死，所以云儿是后来死的，然后代表我看到酱油死就赶快去找尸体去下面找，然后那时候看到哈基过来我就赶快跑，然后看到小雨往下，小雨是就是已经酱油早就已经死在那里，小雨才下去、嗯、然后我过去想要找小雨说你快看哈基可能要杀我，你就发现右边有得跳，就看到小雨站在他的尸体上。对，所以我觉得小雨是好，然后哈基我是没有办法说他一定是坏，可是我真的很怀疑他。我整场都在我整场都在跟着人走，然后就是看到人就是赶快跟着人群走，也怕被怀疑嘛，所以我看到人就是跟着他，看着跟着他。我剩八十秒，在哪？所以看到我应该有跟着你走一段。武器库下面的武器库。对，我讲，那我觉得哈基也真的蛮可疑的，因为我在经过通讯室的时候看到哈基从通讯室走出来，然后我进去通讯室解完任务的时候，哈基又走进去，然后站在那边好像在解任务，可是他从右下角走出来，就是那个尸体的地方。就是他感觉像是从我的右跟着人走，他跟着人，跟着谁？我看到他的时候没有人，他其实还蛮专心，就在做假任务的那种感觉，有点像。我就跟着人走，然后专心解任务，没有跟谁嘛？跟谁啊？一开始我上面不是一整坨，因为大家看到一堆人嘛。然后后来我是跟着那个是跟迪叔还是谁，我往右下面走，然后找一找，看到巧克力，跟着巧克力走，然后看到小雨。跟着小雨走一阵之后回来又看到巧克力，没错吧？你们看到没错是这样状况、嗯、有这回事吗、嗯、大部分其实我跟他的 我就没打算做人，我想要尾随他，因为我就觉得他很可以。居然哇塞，因为一开始的那个第一个关灯的时候他还在起始点的上面很久，嗯，那我想讲不应该那么久啊，再投我！我想讲一句话，就妙花应该是好，因为他刚刚有就跟我走到一个杀人距离，杀人距离，但他没有砍我。不是，投我算了，投我算了。我反而如果有时间的话，我反而想要说杰克怪怪，但现在没时间讲。我还没有投出来。嗯。哎呦哦，好险！哎，为什么？哎，嗯，他不是要过半吗？他是看投票数吗？我觉得可能看，好像是看投票数。阿光全部很难呢、欸，我没有人在这边解任务的。
很难赢哎、欸，我抱团，要怎么赢？摩西摩西，喂，摩西摩西，坦坦说，那个我在那个可以看到大家人在哪边，还有心电图的那间是管理室嘛？在管理室，管理室对，最左边，管理室的外面左边那边有不是有个出口，在那边看到的。哦，管理室，哎、欸，你说心电图是不是？没有管理室啊，讲错，管理室左边不是有个入口可以出去啊？对，那一侧就是跟武器库中间的那个小广场那边。对，那我要先讲一下，那个时候我跟繁星跟杰克有先透过那个进化室进去到管理室，然后那个时候刚好停电嘛，我没记错的话，那个时候应该是停电，然后停电之后恢复电之后呢，我那个时候是往心电图那边看，然后呢，我那个时候看心电图的时候，我还没有看到杰克死掉。我是看完心电图想说我要去通讯室解最后一个任务的时候，我一出来我就看到杰克斯倒在那边。那我说，所以你说没有，我就说我比较踩繁星啦。对，我也觉得是繁星，因为我也可以验证团长的话，那时候我任务，我先说那个你们应该都完成任务了，对不起我还没，因为我都在抓人。然后那时候我看到我标本是有两个任务，我就过去，然后标本是那时候就是团团、杰克跟繁星在，然后我才刚做完一个任务，做第二个任务的时候就停电，我就很紧张，我想说繁星是不是要动刀，我就赶快往上走。所以验证团团说的话就是他们就是往管理室那边走，我是往右上角那边走，对，所以他们往左下角那边，然后停电，所以繁星应该动刀，团团回来就刚好来换我讲哦。我一开始在左边，因为你们都抱团在左边对不对，我想左边比较安全，可是我任务都在右边。所以第二天的时候我就想说你们又往左边走，我想说啊不行，我落单算了，就去右边，开始从上面嘛，上面实验室到下面标本室都解完一轮就遇到你们了。对啊，对，像刚刚有那个像团团说的啊，我们有在那个进化室的时候有喷了之后啊，那时候刚好停电嘛，停电我就往那边走，然后走的过程中就电又亮了，然后就被那个发现尸体了。你后来是往哪个方向抓？我往右边啊，因为任务接完。右边是我。对啊，往右边啊。我你看啊，我在那个通讯室那个路上，那时候刚好灯就亮了，然后就往仓库跟实验室，想说你们的那边比较多。啊，因为任务也解完了，我就去那边看看是谁。我真的觉得比较是繁星啊。顺便说，地震仪那个右边你们是谁去解的？地震仪那时候超多人。对，很多人。我那时候是被关在里面出不去。你们就可以知道右边，因为左边是右边，因为那时候我在看那个监视器，我右边我看到小雨，左边是杰克去解的，对，就杰克跟我过去，然后后来就是右边应该是我跟小雨，然后可是那时候团团你会太后面，你为什么不过来帮第二次？哎，时间到，时间到，我觉得真的，我跟团团都觉得繁星真的，我觉得只剩一个杀手，你看这个死亡数，这个死的频率，剩下任务是我，好不好？我的锅剩下任务。怎么了？有结束吗？啊！每次看这都觉得很紧张。我还在想会不会你们两个带风向跟共鸣？没有，是他们两个两只狼。因为小飞也是，尸体也很近啊。我那句话操作好了吧？剩下的任务就剩我、啊。我知道。我一定要讲，你知道哈基跟繁星超可恶哎、欸。那时候我刚好在下面，然后哈基就砍了我一刀，以后我就看到繁星，我想说啊，看到了，然后繁星扭头就走。
我很想刁杰克，你知道吗？我就故意，我就走在路正中央，杰克看到我就突然反向要跑来追我，然后我就离他超远的，就不要过来。没有，我只想确认一下啊。他只是想要跟踪你，确认你的身份啊。你知道，因为一般人通常是任务做一半互跟，他是走路走到一半，哎，是喵哈，大转头，你知道吗？直接冲过去，吓死！然后就看到喵哈躲在小房间的。这边让我说一下。有一半突然也是转头，你要干嘛？你不要每次都那么害怕。这边让我讲一下。因为你是每次都落单被刀啊？对啊，对啊，我都我就是到处走来走去截任务。对啊，因为我看到雨月死，就想到他一定是在地跑。有人其实跑来说可以不要先刀雨月吗？我没办法、啊，他落单啊。没关系、啊。第一场当杀手就雨月在这，刚好没有人看到。对啊。我就这样子跑来跑去就是截任务啊，我没有跟他跟船走啊。对啊，那我其实也是独行侠啦，所以不一定。想说去找这样的事情，怎么隐约也死了啊？还一定是落单被抓的。因为其实刚刚前面第一次，我记得我好像也是落单啊，也是走，所以真的是，我觉得是隐约运气比较差，都遇到遇到汉魔多，刚好遇到杀手。我刚刚一直跟着哈基耶，换一张，换换换，上次没玩过的那张，耶，哈基还在演。我想说跟哈基一起在一个小屋子里面一起刀人这样子。GD 应该也有我就是感知到你有这样的想法，你知道吗？所以那时候你们两个，然后还有我跟杰克，我就很害怕，我就保持你们一点距离。我都是看到人就180度大转弯。小雨，这个这个密码怎么？我觉得他没问题吗？你为什么都这么奇怪？我不知道，进不去，是不是只要有 QQ 都是假的啊？这 QQQQ 是告诉你说这件是假的啦，哭吧，假的啦，哭啊！反正两个 QQ 就有问题了啦，就不要了啦，哭啊！你害我被人关掉游戏了，关掉游戏，按退出，按到两下。啊！可是这是有 QQ 的，我是你们 Q 啊！我相信这个应该是真的了吧？有点可以，两个 Q 跟 Q 是假的，好吧？一个 Q 跟两个 Q 对的。我不知道第一张跟第二张 Q。然后不知道什么，刚刚那个颜色出来就会换。耶，我也氪金了，我怎么一直被换成蓝色？你氪什么？小伙伴。哦、你进去颜色不同哦，你是红色啊？是不是你的颜色太晚进来被抢走？对啊，哦，有可能，就是我玩完一局之后，我会从红色变蓝色，哦，我会从蓝色变红色，对啊，就你们两个颜色都没换，你们两个颜色都要互换，你们怎么两个一直在交换颜色啊？啊，已经可以想象，你输你也太开心了吧？姨妈笑嘛，知道吗？姨妈笑，哇！我已经可以想象，有一天，尿尿尿尿出来了，尿。我们先试看看，我不确定是不是这张没玩过，因为它跟那个缩图太像了，我实在看不出来。应该是这张啊，应该是名字没印象。尿，好，那就开始了。五秒，好，新地图走起来啊！看到一半，嘘。哦，大小发射器，发射器，在干嘛？哦，我几年级？我吗？我
开学校已经快二十年了、欸。死人了！我爱的小雨跟酱油，你们刚刚有看到谁从里面走出来吗？我没注意。小雨呢？好像是白色的。哈，因为我白色的是巧克力还是迪苏？因为啊，什么没有？不是哈、啊，那就是你了。他是开玩笑的，讲话了，发现了，发现了，不用讨论，不用讨论了吧？啊，我没有啊，我。怀疑，而且我们知道是谁了吗？那、啊、我们可以先讲一下，讲下一个的资讯哦。嗯啊，我想问，可以多讨论久一点，最后一个先不要投票。好好好，对对，哎、欸，那个喵哈，你们等一下，管理室的那个密码是什么？他有个卡片，他有个卡片，你要从下面拿起来。好，对，在皮夹里有个身份卡，上面有数字。我这个也看很久，哎、欸，找不到。啊、這應該結束再問，有，我看到你看很久，嗯、因为我刚刚也在想，哎、欸，这是什么东西？我就刚刚我是刚刚，我觉得喵他应该也蛮好，他刚刚跟我一起去倒垃圾桶。嗯嗯，当时有遇到允月，我刚一开始的时候就一出来，然后就往上面走，有一个要消毒的地方上去，我跟他继续一起上去的，上去上面之后，嗯、等一下就上去之后解完任务，我就准备下来的时候，刚好遇到杰克。嗯，对，就是上个时候遇到的。然后下一位、嗯、啊，刚应该先拍那个室内图的。那个等一下哈基帮忙拍，那个我们刚刚是跟就是刚不是有那个身份卡的，我跟小雨还有那个酱油是在左边那一间，嗯嗯嗯，对，在那边玩，啊就是走出来，然后本来是往上再往下，结果没事，突然看到一个鸡腿的骨头，就哎哎、欸欸，然后就走进去了，有我特意注意一下颜色，看到一个白色飘过去，嗯嗯、天哪、啊，迪斯，还好你有看到，喜欢吃水果啊。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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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不是我、啊，迪苏，你要多久会悍跳？他自己投自己，你还要这样出去、欸？哦，我这个再见了，迪苏，再见，谢谢哈基，拜拜。哎、欸，在这边呢、哦。繁星关麦，繁星没关麦，繁星有。错了，是哦，八七九八七九八七九，没错。死人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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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雨，你看到
在最左边的那个发射台那边，然后是那个杰克的尸体。对，然后对，这边刚我都没看到，而且是在超暗的时候，我还确认一下，是地板上躺的是尸体吗？在灯关掉的时候啊，然后我发现尸体的时候是酱油从我后面跟我一起走过来，这样。对，我刚才也在想，这个是尸体吗？对，我记得我最后有看到小雨跟酱油，然后我是因为关灯，我是往我的指示是右上角，嗯，所以我是往右上角走，没有跟他往左下。我讲一下，杰克是在第一次事件那个是关灯还是什么事件的时候，然后我有遇到他，嗯，之后我就往，嗯，我就往上遇到巧克力嘛，那时候他还活着。嗯，啊，那时候我就在上面那一间开始在接任务了。嗯，然后我是在这之中也是在接任务，然后我途中有遇到允月跟喵哈，然后呢，那个遇到喵哈的时候，刚好就排那个什么尸体就通报这样。嗯，对对对对对。然后我跟喵哈是在那个有一个超长的那个长廊，那个超毒的那个吗？消毒的那个。嗯嗯嗯。啊，对了，我在那里。对啊。你在那里吧。然后我一开始的话是从餐厅出来，餐厅没多久就出现了缺氧的讯号，然后我就跟着几个人再想办法走到往绕到缺氧那边。然后地图不熟就不想说，哎，到底哪里？白痴要往下走，一整群人走错路。对对对，那地图大家觉得就卡在那边。然后后来顺利的走过去解决缺氧之后，我就往我。诶，长廊那边有一个小的板子，那个要配电的，我就先过去那边，然后看到喵哈配完电之后，我就往上走。往上走的时候，去解几个任务，然后有你们输入密码在上面，输完密码后就看到灯熄了，然后我就开始又在找修灯的地方，然后就出现那个了，警报了，迷路现场，对，所以其他除了繁星，没有人看到杰克。你是说繁星还在那个结晶师那里啊？没有没有，我说就是活着，就是有人看过活着的杰克。我没有，就是很早之前，你看一下那个 DC 的地图，我最后一次看到杰克就在哈基的腋下那边。你这张不能删的，你这张不能删哦。我知道，那我知道大概在哪。我的脑中跑出了哈基的腋下，找到一个杰克。对，那我就往上面走了。所以他这个意象已经变成一个路标了，就是那个 L 转角是不是，对对对对，在那边。那怎么办？那我不知道，因为我不知道。也是可以再忍忍，我自己会觉得隐约比较奇怪一点点，可是没有办法保证。因为剩一个，感觉还可以，还可以啊，就再撑一下，反正任务快玩完了。对，好。你找团团呢？团团不可能都不当鬼的啊。对吧？阿基的腋下在这里，在这里。好吧，看到杰克的位置。boss 跟酱油。哇塞，太会了吧！我可以保酱油跟小鱼，因为那时候关灯他们在最左下角那个发射台那里。好，我跟你说，好好，先说。那他人呢？我在那个捷径室，然后走出来。嗯，好，那就是团团啊。
没有巧克力，你很会带风向啊，你有够会带的，就是你。我跟你讲，那个关灯的时候，关灯之前，我跟允月和团团都在。上一天我就说我怀疑允月，然后因为我任务做完了。然后感觉云云也做完了，所以那时候我们三个一直在待在原地不动，我们就是感觉看谁要动，对。然后我就是把他们引上来，想说我可以去管理室那边，然后至少有事做，因为我感觉我们三个就完成任务。然后就那时候刚好关灯，我就来去用电灯，然后接着忽然间就有人死掉，那就知道状况了。没有，我跟你讲，反正我们还有一次通报的机会。我想讲一个事情，其实这个不太该讲出来，因为我们刚第一场有一个事情不该讲出来，是我们的小游戏玩了什么，全场就只有团团没有讲那个小游戏的密码卡。没有，因为我的游戏没有，因为我的任务没有，我的那个游戏没有密码卡的、啊。不是不是，在场的所有，我们现场的所有人都讲那个密码卡的事情。但没有杀手任务有可能不同，没有任务不一样，任务不一样，任务不一样，任务一定都会玩那个啊。而且重点是，就反正我们还有紧急按钮，反正不是他就是我嘛。就不是，我觉得应该这就是团团了啦。那如果这个就紧急按钮，就然后等一下再紧急按钮投另一个就可以了。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那就先嘿，你们就随便选一个，等一下紧急按钮投另一个，因为你们其他人都互保就没问题了。团团的可以啊，这小游戏也太难了吧？我觉得这张杀手比较难，因为这张好小哦，这张没办法，这张没办法。对啊。这张有点太小了。对啦，就其实我不应该把小游戏讲出来，因为讲出来的时候我就已经在算哪些人没讲那个密码卡。我讲说有事，我刚繁星不是叫我贴图吗？嗯，我就把我影片再往回拉，然后就截了一张，截的时候放几秒钟，发现不对，那时候刚好截到我团团跟我站在一起。好，那时候团团杀我的，对，我就把它删掉。好，我再贴第一张，第一张的时候发现，截那时候截那个迪叔还没死。是团团跟迪叔，就像把迪叔死了，然后就第一场就我是讲的吗？我是讲的，雨月死了，一照就是团团了。我想问一下，有人有写到买东西那个小游戏吗？没有，右下角有那个有剪影，要找那个剪影的饮料。剪影，可是它看起来像一团热沙。哎，它有一些小游戏真的要想一下。而且我刚才小雨那个发射台有点太久了吧？发射台那个多冷却啊！没有发射台，他好像说可以走掉，点完就可以了，点完就可以了，点完就可以走了。还在原地等。哦，我一开始我也很怀疑啊，没有，其实我觉得这个不是调冷却，这个是调冷数，因为你的冷却再快好了，这个实在太小了，这个超难找时机的。可是三个杀手超可怕的，你第一天三个都杀，第一天杀三个就一半了。啊，可是还是说这张地图可以玩我刚刚那个提议的那一个鬼抓人。这个图其实那在公会里面的干爹妈他们很常玩，他们说这张图其实是杀手图。嗯，杀手图哦，其实是杀手有利的，其实是。因为我觉得他的路很断很开。对，他那个秘密通道里面还有那个杀手通道可以去砍那个捷径室的人。哦，所以当那个通道开门的时候，我在想，不要跳，不要跳，我好怕，我好怕。所以杀手可以多利用一些捷径通道啦，他是要用通道的。对啊，不然就再第一次玩，我们都不懂，对啊，没关系，我们可以再多玩几次就知道了。这游戏好难啊！而且，对啊，刚刚主要杀手还有一个就是啊，没有啊，不是我啊。没有，可爱，太开场少一只，开场少一只，超绝望。对，迪叔没做事啊，那时候其实那次。也是团团杀我的，对啊，都是我在杀的。那时候他从那边走出来，完了，我要怎么讲？可是那时候那边就只有团团跟繁星，而且如果是繁星的话，团团的身份就出来了。我没看到团团，对啊，他只看到他没看到团团，因为他如果看到我的话，他会直接咬我，他绝对会咬我的。你还是可以咬繁星的。对，我刚刚以为你是说不是我喝，不是我喝，直接说都不说，跳迪叔。好了，就再来试试看看呢。好，导游。那就好了，是不是？我巧克力啊！
两沙瓦迪夫。你怎么敢在这边杀我啊，迪叔！你是白痴哦，你是白痴哦，你是白痴哦！你怎么敢在这边杀我啊？噔噔噔噔噔噔！哎，我按的，但没有我没有这样，你先让我讲。你再先让我讲。团团不见。啊，你看到团团不见？我看到团团从我眼前消失，可是我不知道那个到底是 bug 还是他进什么通道。你附近有没有看到类似通道的东西？我是看到那墙壁那边不见，然后我也是看到团团不见，我想说那不知道是 lag 还是怎样。对啊，所以我就很纳闷，团团你断线了吗？我觉得是 lag 啦，因为我刚刚后来都一直疯狂的在研究买饮料啦，白痴哦、喔，你也在买饮料是不是？哎，那团团可以先记着，你们可以记着我啦，哎，那迪叔你怎么站在繁星的尸体上？因为那门跳起来，我不知道那里有尸体耶，那个右下角头发那么的明显。我没有在看，我真的啦。位置是在哪里啊？位置就哦，位置是在那个结晶室。嗯，欸，没有图了。刚刚结晶室上面还有谁？我有点忘了，是喵哈吗？还是谁？小雨、喵哈还有杰克。然后那边任务我完成好了，然后我往下走，然后开门出去就看到那个迪叔在那里，然后我右下角就跳，我想说啊，为什么会跳？然后我也没有看到尸体，然后是等门开了之后，迪叔一往前站，我就看到一具尸体在那，我就按下去这样子。而且我觉得以那个时间点，因为门是关着的，所以我觉得也只有迪叔，因为他那要等他开门要等一阵子，所以应该就是还蛮久的啦。迪叔，迪叔换你说，迪叔换你说啊，就真的没看到嘛。不是，你应该是要讲你去了哪些地方，你当时对啊，你有遇到谁？我一开始走那个要开关门的，然后上去，然后就看到加油跟小雨，然后我就很害怕，因为我们就保持距离，然后小雨也在保持距离，然后剪完之后就往下走，然后就出事了。我是觉得没有那个时间差，已经没有办法有其他人允许了，所以我也只会票迪叔。而且刚刚一路以来，迪叔也没有反驳啊，我是他没有反驳，他没有，他没有，可以，所以他没有办法验证别人。那以我的立场，我在他的眼中我是好人，对吧？那他也没办法说一个人，我就直接只能投他。投，你们等一下再多看看团团吧。你们疯狂看我吧。确实有可能延迟啦，可是如果旁边有那些机关的话就可以了。嗯，让我享受当明星的感觉。迪叔，你可以猜一个人啊。我居然是巧克力。我飞刀啊。杀你的代价好高啊！你怎么敢在大马路上杀我啊？我的天哪，我不懂哎、欸！我开门，不是那个完全就是在那个大家会经过的路上，你怎么敢在那边杀我、啊？哦，是哦，没有，因为真的假的，那个通道是大家都会经过的，懂吗？哦，然后他经过时间还会有一个门，就是开关，开关。我不知道那个门会像那个蒸汽室一样消毒室，然后你就看到，我还想说，嗯，迪叔你要杀我对不对？啊、笑死我了！好啊，迪叔都你 啊，你另外一个是谁？阿基对不对？我另外一个不是哎、欸，哦，另外一个是杰克，买东西，剪影，什么东西？哎、欸，莫杰。哦，看出来了这个啦。我觉得你们这场不好赢了。我觉得杀手有我都很难赢。是不是靠有我也很难赢啊？你看我那边兔子跳，好难哦。不好意思，好，他就已经解除嫌疑了，上去吧。对，看到了。小雨在自吵自演，没有没有，他刚刚小雨刚刚直接砍了巧克力，我刚刚是杰克砍。我要说为什么会走到这个尸体的地方。好，我那个时候
那时候我在管理室，我在盯着那个管理室的那个，就是不是可以看那个生命体征仪吗？哪里有谁的那个位置？然后我就看一看，我就看到更衣室那边有两个，然后突然变一个，然后我就想说奇怪，那里是怎样？该不会是有尸体吧？我就走过来，然后走过来的时候，我看到杰克先往右走，然后我就想说，哎，他路过应该没事。就我走到就是快要到那个通风管下面，就是要等的那边，我在那个门口等的时候，然后往回头看的时候，杰克走过来，然后在那个转角处把巧克力杀了。然后我是从反应炉那边走过来的，然后走到更衣室，然后看到小雨直接把巧克力挥死了，剩一块肌肉在那边。肌肉，对，块肌肉。那我刚刚也有一路上也有看到什么哈基之类的啊，他们就那时候跑去发射台那边。可是我刚刚，可是我觉得应该不会是小雨，因为我刚刚前面一直跟他走在一起啊。杰克，我有个问题，你从反应炉出来是亲眼目击小雨杀人吗？就是走过去，然后刚好看到小雨，然后跟旁边一块路，他正要走掉，所以没有亲眼看到。没有，我是亲眼看到他那个刀子戳下去，然后剩下一个骨头在那边。反正把杰克票到，然后再按紧急会议选小雨就好了。对啊，也是可以，我觉得可以啊。我想说的是，那个前面我都跟小雨走一起，如果他要杀，应该是我先死吧？可能是觉得你到。不一定啊、你没有落单的话，不一定会杀你啊。没有落单，他不会杀你、啊。不能说因为你一直跟着他，或者是他没杀你。没有，因为第二天的时候只有我跟比较好糊弄，先留一点。没有，第二天的时候只有我跟酱油两个在管理世界任务。姐姐，然后我在那边看，然后开始那个阳气不足。我就是看他站在那里，然后他就往下走了，然后我就看到我左边有任务。反正我觉得我是走不到氧气那里啊，我就跑去接任务了。没关系，我觉得就先投杰克，先投杰克，然后等下拍桌呢。可以，好。然后等一下我提外话一下，怎么都没有人要看我？对，忘记了，我没看你了。啊，咻！好想把配音哦。拜喽。咻！还想一换一啊？还想换呢、啊欸？所以代表粉团真的是被误会了。被误会啊！刚刚粉团超可怕哎、欸！你知道我走在后面走的时候，然后突然配舞人都不见了。他真的有时候会延迟啊，我也是想问到底是延迟还是？而且你说尸体看到位置不一样也是延迟哦。对啦，然后还有一个是人家先谁先通报，就是让那个人先说话，不要抢麦哦。好，慢点，因为我太惊讶了，我本来想要去按紧急会议的，可是那时候团团看我看到他在我后面，我想说不要去好了，等下被砍死。有你那个很紧急，也让我们知道一点。李叔，你就站在繁星的。你知道那时候我真的也看不到尸体，然后我想说他不通报，他应该是杀手吧，我就慢慢等等看一下到底是谁。杰克，你知道为什么我刚刚问你那一句吗？为什么？因为我跟哈基正在快到卢星旁边，你就说你从卢星那边走过来，说奇怪，你怎么会从那边走過來？因为其实我谎报啊，我谎报、啊。对啊，所以我才问你那一句啊。卢星是那边招来的，你招太快了。所以你就想说，我原本要招小雨，然后招小雨完，然后绕走。因为那个紧急任务好像在那个方向，所以大家人会聚在这里。对啊，所以我也都很开心的走，反正啊应该没事，哎忽然就死了啊，反正目击证人。迪叔真的是一直被抓。你这么说应该也，你要一口咬定是我，有没有？那说不定大家就会一换一。你不能笑场哦。不能再笑场了。我想说你这一局听起来有比较像一点的。对，我你倒会觉得你有一点好。不是，可是你也说不出别人，那就只能票你啊。对啊，因为我不知道那个门要等这么久，我都跑不掉。真的看那个门把尸体要消毒啊，遮起来，为什么只能这样了？我就算那个时间差不可能嘛，我刚刚还有看到繁星啊，对啊。好了，下一场。好，加油的。你是会不会又是呢？我刚还在，我刚还在研究界面。哇塞！一二，
Hello， 嗨嗨嗨嗨嗨，好 ，Hello， 杰克你先说。尸体在实验室那边，但是刚好被关灯，我没有看到很多东西。那个尸体在我脚下，我想要通报的时候点掉小游戏，然后我就要开始进宝石了。加油加油！你脚下你在哪个位置？我在那个拼宝石那里。拼宝石？你在你跟那个看 DC 有那个管理是哪？实验室？实验室吗？实验室？那同样地方。那你有看到谁吗？对对对，实验室。我没看到，我就点掉小游戏了，然后就人都没看到，然后我来是只看到一块肉。可是你在点之前应该多少还会有画面啊？不是啊，那时候不是黑，不是黑那时候刚好关灯，然后我是靠瞄到，然后右下角有一个通报，就赶快按了。关灯前呢，因为其实你们发现还蛮快的。我可以讲一下关灯前，关灯前最上边的时候应该只有我，因为我第一个上去那一次的消毒没有人跟我走，然后我看到第二次门要上来的人是紫粉白绿黄，我记了一下颜色，有因为我觉得我一定记不住那人名，所以我记了一下颜色，紫粉白绿黄。对，然后那时候我往下走了，然后我在清洁室走出来的时候，杰克拍了那个音乐嘛，所以应该剩三个，这是团团，然后白色怎么拍的音乐，我在被怎么紫粉白绿黄，对啊。你没看到黑色吗？我刚跟团团他们一起上来啊。对啊，喵哈也有，喵哈也有。哦，喵哈也有吗？那应该是你跟那个通道暗暗的，所以你在旁边。啊，我讲一下啦。我个人是觉得，虽然酱油讲说他玩小游戏点，但是我觉得酱油嫌比较大啦。因为呢，我是看到杰克先进去，然后我那时候马上就跟大家后面走进去，我就看到酱油底下有个尸体。哦，那我要说我手，你们那时候在反应炉，然后我解完了，然后我任务在实验室，我就直接去实验室了，然后我就直接看到他了，然后我就是要通报没通到，接着我就看到直接被通报了，啊，我也没看到谁通报了。你进去的时候，你有看到谁从你那边走出来吗？就是没有啊，就是都没看到啊。那等一下我题外话一下哦，因为小雨刚刚说紫粉白绿黄，所以然后十两个有可能白跟黄都在那里，所以其实就扣除我繁星哈记。你们几个有两个杀手，因为两个尸体都在你们那有可能。对对对对，嗯，我也是觉得这样有可能。我个人真的是先大可疑，对啊，那就你们五个五选二，所以呢酱油掉的话就剩下我跟杰克嘛。那等一下拜托那个让我当一下明星，让我当一下明星，然后跟踪的感觉吧，对，跟踪我。好，哇，这个背颜色太猛了！不是，因为我觉得我一定记不住名字啊！我就一上来要紫粉白绿行，哈哈，下去，我写起来，我以后要学会了。记颜色比较好记的，然后这个名字直接换成颜色，名字换颜色，对啊，Pink Black， 直接抓出，剩下四选二，嗯，哎，那我是不是可以推一个人啊？你要快，你还有三秒。我要讲了，请帮我注意巧克力哦，因为明明是我先进去的哦。你怎么是杰克的？来，我哎，蛋有声音吗？喂，尸体在办公室，然后刚刚巧克力从办公室走出来。嗯，对，我目击是这样子。那巧克力嘞？
尸体，哎、欸，你哪里？两个、欸，两个人在右上角温室那个办公室，是然后从管理室走过来，是去关灯啊，他开灯，而且上一场别忘了那个小雨那时候有说嘛，白。是粉白绿黄，粉白绿黄是你们，然后是我跟繁星还有哈记没有在你们那里，对，所以而你们那里有两具尸体，所以我跟繁星和哈记基本上就已经是好的，因为进去你们那里，所以酱油也是好的，因为有两具尸体，对，就我们票掉酱，这里有两只狼，嗯，然后我想问一下，所以其实是你们三个有两只，实验室有地下道吗？实验室有地下道啊，要看你们之前玩过的。有吧，我记得我之前当鬼的时候有，然后捷径室其实也有一个、嗯、那时候我有看到，因为 我那时候是就是看到办公室那个巧克力出来了，嗯，那 我是觉得有可能巧克力在甩锅吗？你说甩刚好小雨那时候死前说我紫粉白绿黄这样吗？哦就是把他笃定说就是我们这几个，因为很明显就是你们那除非那边真的有关那个啊杀手，因为 我没玩过杀手，我不知道那边可不可以串，对、嗯、那办公室那时候是我弄电灯然后我出来，我没有看到那时候有哪些人，是在更之前的时候，所以我觉得杰克应该在说谎，应该就是杰克，还有另一个我觉得就不知道了、嗯、我刚是跟有跟喵哈跟杰克啦，但是哦，我刚刚就在温室管理室办公室这边、啊、因为之后关灯啊，关灯就走散了、啊、嗯，我个人也是觉得是，我觉得杰克应该不是，杰克会不会刀自己爆啊，啊！那我爆两次干嘛？觉得爆两次干嘛？我是自刀自爆啊！我也觉得杰克爆两次干嘛？他笑成这样，我觉得你上一场也是，也是刀我，然后想要爆出给小雨，这次一头破就完蛋了。嗯 嗯, 嗯，不是啊，所以哎、欸，那有人看到巧克力吗？除了因为刚刚繁星有看到杰克嘛，所以对，就都在就是温室那边管理室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很多人对啊，关灯的时候大家有走散一下，嗯。那、啊、最后我是要去捷径室，因为上一天我没有去做那里的任务。嗯，去捷径室。而且我觉得你要推说我是杀手，有没有从捷径室遁进去，然后杀人再遁走？我觉得那应该真的很难吧。嗯，我觉得杰克跟突然先杰克在巧克力嘞，团团。我觉得现在连一个、啊、你们可以拍桌啊，你们可以拍桌去弄，而且我觉得一定 要拍桌，因为我破巧克力有两句尸体，那我投杰克，杀手很多，你们等一下拍桌好 OK 啦，拍桌吧，然后再抓最后一个，不用拍桌了，解为什么了？不用拍桌了，你们真的是你的。是啊，喵哈太被带走了。哎、欸，我被带走了。没有，他不认识巧克力啦。对，没有，因为那个小雨那时候把迪叔说错了，那时候你没看到迪叔、啊，迪叔一开始的地方就被我刀了。对，迪叔、哦，迪叔在初始点就被我们两个围殴了。啊、我大家怎么是？没有，我刚刚在想说我确定小雨是好的，所以我刚才讲什么紫粉、嗯、白绿黄，如果照这样的话，那确实是我们这边三个出的。对，没有，因为是有人进去看、那個，对，有人是不是？所以是遁走、哦。繁星嘛，繁星，我怎么砍的？刚是繁星砍我，那个时候我在做宝石的东西。我讲一下。欸这张真的是鬼图哎、欸！地洞很能接，地洞是全通，全通都全通的。我刚在发射台，发射台刀完那个嘛，低速之后我就到处跑。我是谁？我怎么问号问号的？我不知道他是谁。问号没有，两个绿色对不对？没有，没有啊，正常啊，正常啊。这个名单是那他巧克力右边这个人是谁？对啊，巧克力右边没有问号问号哎。我看到问号问号，可是。我没看到任何的东西，没有了。那个显示 bug 吧，显示 bug 了。谁头上有花、啊？他也在跑、啊，他也在跑、啊，他还跑哎、欸！啊，比叔啊，排队排队排队啊，排队就好了。在正下方，你看你看你看，我截图我截图。我们在一起。白痴、啊，我有看到那个人，可是哇哇，团团啊，哦是团团，白痴啊，我不知道，其实 bug 吧，是 bug 提示啊。我看名单是正常的、啊。对啊，我看这边因为可以踢人的名单是正常的。对啊，那里面很多不见了、欸，我们团团呢？我看团团不见了、欸，没有、啊，哎、欸、对，我也我看小哥不见了，没有，我重开吧，重灯，我要重灯，我是没看到团团，团团你也重灯看看。
我重灯吗？我想说奇怪，有个因为好像是团团那边显示有出问题了吗？我这边看没事啊，我这边看。好，我讲一下沙影月的那个经历过程。那时候我跟巧克力嘛，就是他在那个敌数在左下角发射台那边，我们两个围着他，然后他死了，然后就从发射台左上角通风管跑到右上角管理室去，然后云月那时候落单，又是云月没办法，真的没办法，他没有没有没有，先到办公室看到那个落单的小优，本来想跳出来，可是他解完任务就很害怕，然后就再按一个箭头看到落单的就很害怕，就倒下去了，好扯哦这张，对。我看到那个地洞真的可以转一转，好像有，可是就是还是有风险嘛，因为你地洞出来有可能被看。对对对对对。嗯、然后再就是关灯那时候，我是在想说，你还有没有刀？你还有没有刀？看到他刀一下，我就很开心，我就刀第二下。就是小雨跟哈基在那里，我就想说，繁星应该也有刀，很明显，我们就一起刀他们。哇哇，太过分了！然后你们一个从通风管出去，一个从正门出去，然后刚好杰克擦身而过，杰克就跑走进来。啊，那边有通风管，有左边，左边，左边。我想说你怎么走到那边？应该也从通风管了，这样就完全没有人知道了。对，但好恶心哦。但不是啊，就是杀手要多利用通风管，要好没带你。你如果玩杀手是那种不用通风管的，就会爆炸。因为杰克上一场的，但我觉得很害怕。而且小雨说的那个资本白，我们真的也帮助我。所以我是瞄他看成白色。对，你把黑色看成白色也是蛮厉害的。我不是我只瞄了一眼就关灯了、欸，哎，我记住很好了，好不好？所以有没有他说，哎、欸，你 是少看了他，其实他有看到你，只是黑白混乱的。对啊，小雨是把全部的好的全部纳黑，是不是？真的，差不多。没有，我只认错一个而已。很猛的，很猛的，好笑、啊。紫粉白绿黄，对啊，黑白乱说。不是，我真的直接念出来，我一看到就念出来了，我笑死了。白绿黄，然后黑跟橘都是杀手，都没那个。紫粉白绿黄一个都没有，下一场精髓名单才对啊！好了，心情好一点点了，没有，所以无缺你也在玩这个哦，够贱吧这游戏。不会想把我带去死吧？不要啊，我会怕。死人啦！死人啦！死人啦！没看到。我刚刚，他在那个有一长一棵树的那一个地方，一棵树。对，那个温室吗？温室吗？是是。那个是叫温室嘛？就最最上面那个，最里面温室，温室，温室，温室。哦，好。然后我刚刚是跟着哈纪、云月，还有个是谁啊？阿迪苏，我们在又一起过去那一边。然后他们没有往上走，然后就是我，然后我是他们都往左右去走，然后我是往上去看，走到温室，然后看到团团躺在那里。我也可以保喵哈。温室内杀人死了，对，
我可以保持。你是后来过来的啊？允月跟喵哈是的确我们是一起走这样子。对，我们三个一起走过去，然后他们两个是走左右嘛，然后往上去看温室的时候看到尸体。啊、我想问，就第一次反应炉啊，那个允月在右边，那、啊、左边是小雨跟繁星，是你们谁按的、啊？我有按反应炉吗？嗯，我也有按诶，按下去马上就要结束了。嗯，马上就好。我已经在上面按，我手机放在上面很久了。对，我因为站在右边，所以我才我觉得一定好，因为他那边就已经按了。啊，左边是小雨跟繁星他们其中一个按到。嗯，对。然后发现尸体前一小段时间有，我有看到酱油、嗯、在实验室呢。我在实验室那边，我有做不完成不了的小游戏。什么？结束可以再说。分类吗？然后我刚刚是在餐厅的地方，然后跟繁星，不是餐厅啦、医护室啦，医护室吗？反正就是那个长走廊啦，我很害怕，我一直往发射台一直跑啦。对啊，就在走廊啊，你还搞错、哦？那个长走廊都很害怕。我以为你要把我带去杀，然后突然出现那个回报尸体，我吓到，你知道吗？有人看到团团生前吗？就是有、嗯、没有？出冒前一点的时间。嗯、no? 我没看到团团。我在更衣室跟通讯室的那条走廊的中间有看到团团往温室那个方向跑。所以现在温室是哪几个人？哪几个人？喵哈哈基、我哈基、允月、迪叔。可是我们那时候应该是、那时候我还没到。哦，你还没到。嗯，那酱油在哪里？我在那个啊，我在实验室。然后实验室下来以后都没人了，然后我就。嗯，然后这种事，那个洁净室关起来了，我还在那边等他开，开完进来消完毒又出来，然后途中遇到哈记，然后在管理室看到允月，然后就没了。你跑那么快啊？你怎么跑那么快的？对啊，你好快、啊。因为我刚刚在办公室看到你啊。我刚刚就说你刚才在实验室看到你，20秒，大概才过十几秒吧。可是我不在办公室啊。要投谁？搞过你不在办公室？对啊，实验室。哦，最后。我是捷径下来、哦，我是觉得我会跳过了。嗯，还有机会，还有机会出来。再看看。手机没电了。嗯。对呢，落单很危险呢，八七哦。死人了，谁？巧克力死了，巧克力。我在温室看到的，然后又在温室。途中我是从餐厅往上走，然后管理室往上走，然后往上走的时候，我有遇到。迪叔跟我等一下，酱油就是那个杀人的，因为
那时候只有我跟雨月还有巧克力在上面，我觉得巧克力很害怕，是我一直离他距离，然后看到酱油咚咚咚咚咚咚跑上去。废话，我是走上来的、啊。对，所以应该是酱油吧。那我要嘛，我也是用通风管跑，干嘛走上来啊？嗯，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这就看到酱油那一只可能会有酱油。我刚刚看到两个人走下来呢，我看到你跟谁忘记了？看谁？雨月。就如果。排除通风管的话，就只有酱油会在那，但有没有用我不知道。然后刚刚有蛮多人都在那个吧，反应炉跟谁在那边吧？对，忘记了那边多了。你说反应炉是那个左边会自动关门的，就要清洁那边。那边的话，我后来是解完最后一个接线任务，然后看到小雨跟喵好在我旁边，我在玩那个水晶。然后繁星刚是在外面，我想说，目前是看是偏好啦。我想说，快点，我的任务都在右边，有没有可以帮我？你们都通通进去，我好完蛋了，我落单了，我怎么办？我想说啊，左边都一堆人，先跟团好了。对啊，我先远离通风管啊，我怕被刀啊。然后看到好像有你的脚吧，我就慢慢靠过去了。那哈记是在我在实验室反应炉那边。你在有在反应炉里面吗？反应炉跟实验室那边跑，那我刚才接近室中间，我就被冲过来了。结晶是？我怎么就没印象？我怎么好像没看到哈记啊？我也没有吧，我没有遇到人 啊！我是在结晶室那边在喷气的。刚超多人呢！哎呦，结晶室在喷气呢。对，喷气那边。对，对啊，对啊，对，很多人，刚很多人。那边，我小雨跟喵哈三个都是在一起。对啊，我也看到很多人啊。有人看到他吗？没人看到吗？我没有印象。繁星影院，小雨比较有印象啦。然后酱油就又有可能性，我要讲，迪叔跟酱油在互跳。等一下，我一定要讲，我也跟他讲，我觉得很奇怪，因为我是走到那个什么管理室那里，管理室走出来的时候看到他们走下来的。也就是说，如果迪叔看到我杀人瞬间的话，那我进 C 给你为什么不直接通报，然后让我死嘞？你为什么要跑掉嘞？他不是看到杀人瞬间，他看到尸体。他说他看到我剁。可是我看到你的时候，我已经在桥上了。好，这样讲，你自爆在管理室。好水，好水，要投哪一个？我觉得，他说他应该是你，因为哈记跟酱油了。对，他觉得这两个觉得，你们先投酱油，等下一场投我。不要，我跟你讲，如果我死，不是你们给我投，你们就帮我投迪叔，谢谢。我不是你死。你就要死啊，现在才有两个杀手啊！你还有两个杀手啊！已经退出去了。我是说我出去，然后帮我，那迪叔可以跟我一起死吧？安宁了啊！谢谢，怎么又是我？哈记，谢谢，你直接在我们面前杀人、啊，我过了，我按慢了，对不起，哈记哟，有啦，那个跟那个上面是我杀的，上面也是你。我刚想说，就好像资讯不对等的，结束了吗？怪的。不知道，哎，还没，还有哎、欸，你是，
完了，来不及了。可以吗？可以吗？可以啊，来得及吗？哦，好险，啊死了。哎、欸，你们自爆哎、欸！怎么没有人？找不到，找不到第二个，找不到啊！我刚刚找到那个电子而已。反应炉吧，是不是？反应炉是左右手吧？是左右手。你知道，而且重点是小雨，我还帮你按哦。我想说，奇怪，这为什么没有反应啊？我在那边一直，我在那边从头站到尾，没有人来，要爆炸了，二十秒啊，十秒了，要爆炸了，叮叮叮叮。喵喵，他就跟他隔着一面墙，然后我想说。哎、欸，可是我的画面有按着哎、欸，然后我就、啊、虽然我那时候在想说，嗯，到底有没有反应？难道是杀手不能按吗？可是我看起来是在等待第二位人呢、啊。第二人，因为我刚刚看箭头好像一直在指外面，一直指外面，我说外面吗？左右手啊，没有，没有核反应炉是在实验室左边那个反应炉那边、嗯，你可以最角角可以看文字啊，对，你可以看文字。那他闪的时候在下面、哦。哇，如果都有做完，应该就有机会了。对，喵他第一天保我真的是厉害，第一天根本就没跟你们走在一起，然后这喵他说嗯，我们一起走一起，我看到他进我的左边走，然后是我先上去啊，然后是我，酱油跳酱油有点可惜，然后酱油错了，你说我跟着你们呢，然后你们每个人都没有看到他，秒爆了，我死的超无辜哎、欸。你们不一定，我应该是讲错话。那想说我没看到半个人呢、啊，我看到一堆人了，我看到一堆人。我说没有看到哈奇，你的怪怪的，他在聊嘛？他说他看到大家，大家却看不到他，没有人看到你呀、啊。我就是最后一天的钓预言家的那个，雪狼，雪狼，雪狼。哎、欸，阿宇要试那个最后一场试那个、啊、鬼抓人、啊、那个吗？鬼抓人模式什么意思？鬼抓人模式要调成一个杀手，然后就是一进去后，杀手先跟就不用关通话，然后跟大家讲说谁是杀手，然后大家去做任务，杀手就是到原地先数十秒后，然后就去把大家给杀了。可以啊，可以啊。鬼抓人不能通报，就是、嗯、对，不能按通报，也不能按紧急会议，就是鬼抓人，这自动的。看是人类先完成任务、啊、还是杀手？对啊，那看能不能调成一个冒牌货，一个冒牌货。对，因为两个大概就、哦、那应该要出去调哦。好、嗯、啊，冒牌货是干嘛的？就是杀手，因为他这故事好像里面是异形吧，他冒充在太空人里面。那、啊、你们要哪一张？你们喜欢哪一张？哪一个杀手会比较好好躲杀手啊？不要这张，就当绝对不好，是第三张啊。因为第三张、啊、那这样子杀手能用那个通风口吗？你们觉得？还是要不然第一张啊？第一张的通风管是没有全通的。对啊，好好好。就杀人 CD 多少？不能按到，嗯，杀人 CD 好低嘞。看呢、啊，可以短一点了。刚刚是三十秒吗？对，刚刚是三十。哎、欸，我刚刚就在想说，我要去砍反吸流，哎、欸、，CD 还没到，算了，先去扩画。然后在小雨按的时候，哦、，CD 还没到，好久、哦。十五秒会太快吗？太快？感觉太快。三十秒的话，还要四分。如果他秒杀的话，要四分钟才可以杀光大家。那三十可以啊。嗯四分钟感觉 OK， 好啊，三十、嗯，三十，三十。好，那因为他只要贴着一个人，基本上都贴定了。好、嗯，鹦鹉，你走近都不跟着我。那我们任务要这么多，看你啊，我们要怎么弄？我觉得这第一次玩要也要测试一下，怎么样才比较平衡呢、嗯？不然不要长任务，我们一样，好、啊，就一般跟短。总共七个任务。好好好好好，可以。追兔子，气垮没啊？开始啦。嗯，来。谁是杀人王？鬼抓人模式，真变鬼抓人了！哎呦，是谁呢？不是我，不是我啊！是我，是我！你说你要八点六要抓人吗？好，我快跑啊！开始数啊！快跑！我要数多少？一百、两百、一百、一千、八、七、六、五、四。六七二八一，底数我看到你了，玩错了，他底数先，他底数先，他底数啊，底数完蛋了，我看到了，我看到了，别别别，我声音很臭肉，哎哎哎，啊啊啊，团团了，团团了，哎哎，我要跟着你，六九一点六，团团你最后六鬼了，快快快，不行啦，加油，加油，六鬼，我
三十秒吧。黎叔不要过，黎叔不要过来。你们在哪里？还有巧克力哦，巧克力。没有没有，你看错，你看错，我不见了。还有很多人呢、哦。哎，这很多人呢、哦。他自己躲一下睡觉。哎，丁叔死了几个了？丁叔，我死了。等一下，等一下，你还有三十秒，对不对？一个死了，一个死了。对，还很久，还有二十秒。你先解任务，你先解任务。我们还是要解任务哦，鬼屋还是要解任务。有，我在解，我在解。我看到尸体了，你是老人呐？我喜欢通报哦。跟着我看到尸体。快跑！赶快解，赶快解！我你干嘛跟着一起跑了？我想到鬼是谁、欸，好恐怖啊！不要怕死掉，做任务就对了。我看到尸体了。他跟着我，他跟着我，你们快走！防御室，防御室，你们快走！这个模式太好笑了。他超爽，他杀的超爽，好爽哦，恐酸了的。小雨，你杀丁叔啊？丁叔比较像小肥羊，小肥羊。那你们在一起吗？我看看会杀到谁，我不知道。完了！哎呀，他闯了一刀，我的天啊！怎么一堆在管理室啊？疯了！任务就在这啦、啊，有什么办法？哎、欸，怎么是你死啊？我代替你死，没事的。哇，这个任务，这个好烂，任务很快，任务很快，跟你讲，鬼飞超快啊！任务加油！哎呦！哎、欸，这个这地图真的很烂、欸，我任务全部解完了、欸，我解完了，我解完了，我解完了，解完了，解完了，谁谁还没，谁还没自保？我快解，快解，还没解完，我还没解完，死，杰克快！哇，迪叔你赶快死就好了，赶快死，命鬼节比较快，在哪里？你们在哪？哎，右边，左边，左边，左边，不要来，左边，不要来，左边。左边寻找鬼，寻找鬼。谁的任务在左边？我引走，我引走，我引走。左边今天要走，我就这样走。仓库，仓库，仓库，往仓库，往仓库，往仓库。哎呀，迪叔，哎，迪叔，哎呀，迪叔，哎，迪叔呢？带去左边，带去左边。掉了，可是不见了。小雨，你可以多用一点破坏啊，有没有？任务解完了，我想说不能用破坏。是谁？是我，是我，不好意思，哥快。你不破坏太难太难赢了啊！那我刚刚，哎、欸，这有人哎、欸！我靠，抓不开呀！我解到啦！我解完，我解完，氧气，赶快氧气，氧气，氧气！你要死掉了，你要死掉了！哎、欸，等下我们死好多，氧气，我氧气用的，我用了，用了，缺最后。这是谁后的？这是谁？谁没血？我啦！你快！你快啊！我们完成了！完成了！已经输很多哎、欸！二三对，剩三个人呢、欸，差一点点哎、欸！对，其实杀手应该都要可以破坏，这样子感觉差不多。是啊，我刚想说不能用破坏。嗯，好闹哦！因为破坏就会牵制你时间，有没有？要去解一解。超好笑的。这破坏也好可怕，这模式也太好笑了。而且你知道，你玩小任务，你明明之前玩很顺，然后你这些瞬间会忘记这个小任务怎么解。紧张了，你跟我讲，你死了就很安心了。你想说啊，没差没差，慢慢来。死了就慢慢解决了。而且还刷卡刷到一半，看见小雨来了吗？真的刷卡会死了。太好笑了！他说你的卡刷不过吗？小雨帮你刷，我帮你们刷卡。下一场，好，下一场谁没进来？上瘾了哦！有都进了，都进了。杀手也都可以用，杀手更爽啊！好来，我帮你啊！千王是谁嘞？这谁？这个我好想当杀手。这个当杀手真的很爽，第一次是吧？怎么了？船员是不是你？天哪！快跑！50秒哦，要死到一百哦，十秒吗？要死到一百，没有吧？十秒，十秒五小，二三，数快啊，四一五三四三二三八，八七三七，太快了，哈哈哈哈哈！你不要带过来，你大家我死。不用怕死亡，我觉得死掉比较好哎，赶快是啊，死的解比较快。对啊，氧气，氧气要去解，氧气要去解。我来了，我来了，我解上面的。好好，是下面的，是下面的。下面的，下面的。杰克在哪？下面的，氧气还需要。杰克在防御室，杰克在防御室。氧气啊，解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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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好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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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吓死人了。哎，哦，这个好久。
这个等好久，那下载要等好久吧？下载好久，要死要死，我被右边是吗？右边他，右边他，右边。有他在他哎、欸，他跑走了，他怎么跑走？当船，船快下载。哎，鱼船啊！等一下，等我下载完不要。有两个，我死两个。我中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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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了好久。上船完了，上船完了，我活下来了，活下来了，我天哪！你拉替死鬼啊！快点，哎，哎，繁星，哎，哎，哎，任务，任务，快了，快了，快了，赶快做任务。我在做了。哦、oh. ，你杀会玩的反而比较亏呢，没关系啦。任务完成。哦，看到尸体。哎呀，啦啦啦啦，杰克，我是隔壁嫂，你走开，你输。来啦来啦，两眼一闭就过去了，咬一咬牙，屁股一缩，我剩一个。啦啦啦！我要解完，我解完了。那你任务是不是都还没解？赶快去解！我解完了。没事，我跟你说，我就是等这一刻啦。你杀我！你不要去追敌手，你杀我！你解完了，你杀我了，太感人了吧！你说你不用管死我，他不见了，他不见了，对了，我解死了，他解完了，解完了，解完了，解完了。可是你那个通讯室要解，通讯室要解，通讯系统，通讯系统，通讯室被破坏了。这是什么？要怎么接？要怎么接？我不会当 DJ。DJ 有了有，还有还有啊！还有在修线，我还有条线要修，快打九点去！快去，我帮你挡杰克，我帮你挡杰克，我来！我帮你挡杰克，我用你，我没了，我没了！挡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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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慢慢解，你慢慢解，我没了，快解快解！哇，一个挡刀，一个挡刀！我解完了，我解完了，解完了，我的我最后的接线，我看接线最麻烦了，因为难得你活到最后，哎。对，有压力，有压力很大。酱油，我们好孤单哦，酱油，酱油，我解完了，我解完了，我解完了。这谁？酱油啊，这谁？真的很强，酱油，酱油。你走。这是谁的？这是杰克。你先赶去捡，你赶去捡，赶去捡，快点，要多钱？你这是什么任务？要多钱？你终于捡完了吗？我解完了，剩谁？他解完了，剩谁？剩酱油，酱油。还是三个哎，会不会不够 CD 啊？三个人，右下哎，差不多啦，差不多。哎，这完全是训练你小游戏手速的一个方法。对啊。而且他有时候那部真的是我刚刚出现在最左上跟最右下，然后想办法顺路评估一下路程。对，你一解完都要赶快去挡刀，就浪费他三十秒。完上传到一半又断掉啊，亏！笑死，好笑。应该去抓那种刷卡任务对吗？就在这边看着你，越紧张越难过，早会倒了啊！真的，你太快了，你太慢了。哎呀，要再抢吗？因为时间差不多了，这么一直一直下去，差不多了，差不多了，差不多了，知道吗？我们差不多了。阿米狗半夜抢吧，休息啊，休息，休息哦。啊，这个真的好玩，难得阿米狗可以两次都玩同样的游戏，因为最近真的是游戏荒，没有东西可以玩。好了，感谢大家今晚两个杀手 CD 更久一点，这样不行啊。其实两个杀手如果60秒好了，这样也来不及啊，因为我们刚刚已经尽量杀了，杀完之后还是剩三个啊，所以可能要再微调。好啦，感谢今晚收看，如果喜欢我的影片帮我点个喜欢，想继续看其他系列帮我点个订阅，我是繁星，我们下次见，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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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广告不广告不广告，不是啊，今天那个跳跳太好笑了啦哦。我等一下晚点剪一剪，然后直接上传好了，好吧？大家晚安，明天可能是魔物猎人，然后打黑龙哦，新的魔物。